好，那我们的今天任务是，把毒买卖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怎么给我花？花看你们要包起来喷掉，还是先放里面？好，娜塔，你的债还没还完啦。那个花都是我种的啊，所以你单卖的东西至少大概90%都是我算我的。九千吗？你可能卖了9包，你可能卖10包只赚1包的钱，懂吗好，？OK。我有个方法，我感觉有一个人对他很有意思的，谁？就这个，所以我就跟不是啊，我就跟我就是提洛蒂的，你懂了吗？你懂我要干嘛了吗？你要干嘛，老大？你不要你偷懂我卖前军师？你懂我前天要干嘛了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不懂老大的用心良苦，只会老在那大，边你不推要翻再我的动理歪论。心思啦，老大！艾玛，你帮我说服他、啊。哈密瓜早安。哎，边猫咋？白痴，今天睡过头，我本来想要打那个超，打那个那个刺青的那一间的，啊、哦，好不爽啊！去买子弹吧，我子弹400发不知道还够不够。绿，这个车有够他妈难开。有够难开。回个信息。100啊！啊，你们加油啊！我先退，我先电了。没问题。Hello。拜拜。防弹衣。上车就好了，爱丽丝直接上我们车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是你们。那个止血凝胶啊，你通常是啊要在一整天呐、啊，如果你刚好今天比较倒霉的时候才会用得到啊。但是嘞，通常你那一天比较倒霉的时候嘞，你一次用10个止血凝胶也不够啊。妈，刚刚我应该很倒霉了，刚刚。这个是小卡吧？哎呀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好东西。等一下，我看要给你哪一张。哎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
都好了吧？还有没有多的喝的、啊？有，我有、啊。快没有了。能不能？我也想要喝的、欸。我们薯片都准备好了。咕咕咕咕咕咕。有喝的吗？我也要喝。哦，放在那个小刀箱。哦。哎、欸，那个 Elisa， 你的那个子弹怎么样啊？500啊。哎、欸，好，那那个多利多自己有没有多带一点啊？20啊，标配。好，老大，阿里斯哥给我一个好东西。就你要、那你先还我，你先还我。如果我们打完这场胜仗之后呢，我们拿出来看来庆祝。哎、欸，好好，但是现在不重要。好，你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哪里走错？果然是老大，这边也有路的知道。哎、欸，现在一个重点哈，我再跟那个 Alex 说一下啊。我们要抢那个616右手边钓鱼台旁边上面那个地盘啊。那个制图台。钓鱼台是我们的，哎、啊，对，我们在抢啊。那那个阿萨辛呢，在跟我们火拼啊。啊，那刚刚打的状况怎么样？哎，刚刚的情况呢，是因为他们不在，所以那个地盘先被我们占去了，我们就跟他们耗持久战，但是出了一点意外哈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全部的人过去跟他们火拼，可是呢，他们应该现在是占好那个地盘的，那个地盘有三面，一个是渔场那一面，一个是仓库那一面，一个是。正面，好，正面还有所谓的从高架桥那面，总共高架桥四个地方可以去压缩他们。不过我觉得呢，我们分散不是很好的一个方法。那个，我先听一下呢，他们刚刚怎么打你们的？他们是分散的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有车，两个一起，他们朝上两个，侧面两个，另外一个侧面也是两个，但是他们都有车子。所以呢，而且他们有拉好距离，我们过去的话其实不太妥，位置都不是很好。面具哦，各位面具戴起来哦。OK。然后嘞，我们现在必须想一下，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打。先有一些好的建议，先过去看一下他们位置嘛，看他们是不是守在里面。如果他们一定守，他们一定守在里面，守在里面是不是？我们可以从、哦、我们从高架桥过去看看。老大，那个高架桥遇到人的话，直接开了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对，但是哎，等一下，先把枪拿出来。哎、欸，那个我直接加一个很重要的小技巧啊，你们一定要听啊！就你瞄准是不是会晃？哎、欸，瞄准腰嘛，用那个不是用弯下腰那个不是那个你要憋气、欸，你要憋气。你憋气的方式就跟你跑步的感觉是一样的，那你枪就不会晃了，记得啊。啊？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到保险，等我一下。大哥，那车上可以开呀、啊？哎，我保险打不开，没，我现在打不开。OK， 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会开一下。放在车上打不开。可以放我这边桥上啊，假设啊。憋气，你的那个枪都会稳啊。只不过你要记得哦，那个你的，你憋气你会缺氧啊，你不要憋太久。就如果你头晕的话，不会憋到晕倒吧？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哈？就是你头会晕，照正常来逻辑来说，不是你头会晕嘛？憋到自己晕倒，你头会晕嘛？就你那个晕的状况，你就会被扁啊。我们现在看下面左边有一台计程车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。好，我们可以左边点，左边小声一点。哎、欸，无线电是那个251，所有人转到251无线电。OK。那、啊、你们刚刚是剩哪一手？那边那个车子后面吗？那个是刚刚我们停的。我刚刚是看到那个车旁边有人吗？那个人又不见了。不，这次要查清楚一点。下去看。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你怎么可能贸然就下去看呢？
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渔场那边摸看过来。那去渔场那边。打开个相机，手机。嗯。你有办法绕那个吗？靠海那边过去。哎，那个是谁？那边是谁？浅蓝色的老大，他们设计在前面的，一群人在这边的老大，是他们吗？是他们吗？全部都是他们啊！他好像跟别人聊天。下次几饼呢？是我就是、你疯了、啊！那一群人你怎么知道谁是谁 啊？我根本认不出来啊！怎么可能下去全扁啦、啊？开叉，开叉，开喷，就直接喷狼，直接喷狼，接叉。等等等等等。先下车，先下车，你们先下车，我把车开进去。先下车。好，喷漆也不够啊。我有海绵啊，我可以帮你们擦一下。有喷漆的直接喷了。检查一下，要有些人检查，不要放松戒心。我去外面晃一圈。那海绵喷漆够不够？不太够。只有海绵。你大家骗他们过来把人干了啊，也行啊。没有多少个，没多少。好，我先处理一下。海绵不够是不是？还是喷漆不够？都不够。都要都要。好像不一样的车身哦。你在这里很危险，你在这里很危险，你在这里很危险。这个颜色不对，这个颜色不对，它是浅蓝色的。更天了，因为他们如果开车过来，你们会买了吗？车移一下好不好？一我移，车去买了吗？这个屋顶是有办法上去的吗？没办法。OK。往里面走一下。旁边还有一个。我没有了。OK。进去拿东西。这里面是不是？你把印度大麻都放在车子里面呐、啊？我的大哥。大姐，那印度大麻我可以丢了吗？如果要位置的话，你就丢了呗。你把你们家的喷漆擦掉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要擦这个，可是太近了，哦、你知道吗？没事。豆豆在搞啊。
没来，都没来。看喷回去。我会继续在那个路上看。哎，司机，你说他们都一直开车是不是？是吗？对啊。那都是干的。那我有个想法哎，就两个比较靠得住的人出去把他们车再打爆就好，不用打人。那车再打爆之后，我们就跑。跑回来主要的那个战场，你觉得呢？等他们先过来再说。我觉得现在情况这个位置是不错的。OK。上面那个怎么插、啊？上面那个车子垫要车子垫，那个要找你老大的车子垫过去。那个不是很重要，插前面的不就好了吗？插完了。前面都擦完了是不是？我看是没有。我目前看到的都擦完了。我们已经拿回来啊，但是我时间不够多啊。感觉他们，哈哈，他们时间不够多，不回来了。大概应该刹车绑。哎，刚刚那边十几个人，你跟我说下车绑。哇，十几人他妈掏枪，他妈跟什么意思？那边没有十几个人呐、啊，六七个人。那不是他们的人吗？那边有一堆很杂的人混在那里，你怎么知道你举枪，那别人觉得你威胁他，他对你开枪怎么办？那就说不是阿扎信的人，滚开就好了。啊啊，他举枪的话就吃机票了。是啊，你拿枪举他，他当然可以拿枪举你啊。你拿枪举十个人、啊，十个人就可以拿枪举你啊，这不合理吗？不行的，老大。可以啊，这种不行的。举十个人，那十个人都被你举了，他不能拿枪举你啊。那他等死是不是？他不想被杀、啊，他觉得他能，他有枪啊。那举枪的人就都贬掉就好，不是吗？哇。哎，我贬不掉十个人啊。啊，我还以为。你很有，因为我是同人，是不是？16连击啊，一秒十个。看，没什么事情，白痴，早知道不开台了，我操你妈的，我不爽。看起来他们不回来。我真找不到什么可以插的呢。有啊，在上面的啊，要那个要车子垫着啦。哦，他们搬在屋里是不是？比较高的墙壁啊。哦，那个他是工作台里面还有几个。一下周围啊！对对对对。哎，嗯，阿里，我怎么没看到？这边，他插得很角落啊。那个角落那边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过来来。那里没有，那里是范围外啊，那个雪人头。门口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还有里面。太晚开台了，我就睡得有点晚。这个是我最后一个还没拿。
没事啊，小贝这里，小贝。哦，还有一个。回去。我在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啊？我这样做，然后这样子。啊，不行，高度应该是够的。啊，不行。到十二点钟吧。哎，那个雪人头是我，你随便，你为什么会？不是随便，我这一套就是雪人头啊。你大家去换一个。你不是说二十秒换衣服吗？下次呢，先把面具拿下来，然后我知道，再换那个对。他们还在钓鱼场聊天呢，聊很开心耶。哎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去看啦。谁在钓鱼场聊天？那个啊，天蓝色车子啊。啊哈，他们在跟谁聊天啊？老大跟谁？老大过去把他绑了啦，老大。你做老大好吧，给你做老大，给你做老大，不然还需要把他抓起来审讯的，老大。OK，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大，给你做。OK， 我最好是给电影啊，老大，来上车，把他绑了。OK， 听到。小贝这里还有一个小贝，我已经没有海绵了。Q1 有吧 ？Q1？No， 都差完了。你俩一定要跟我火拼啊！这一堆人你听不懂是不是？老大这样是可以的啦，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啊。他说什么？我要不跟你解释。阿萨辛跟我上车。等一下，那你我问你哈，你如果他是阿萨辛的，他不承认的话呢？不能不承认的啊，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啦。这我不知道啊。我知道啊，大哥。那就一个一个打电话。在场这么多人，有人报警怎么办呢？我们是黑帮嘛，杀错人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啊？全部毙了，留一个就好了。不是啊，不是说全部毙了，我是把那个阿萨辛的那个人抓回去啊。是我这样讲嘛？那边十个人嘛，举例嘛，那边十个人，如果有四个人不是嘛，不对，那里面有两个是警察，或者是有其他人是其他人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是我们，你有考虑这个后果吗？不是、啊、我们出来问的都是有犯罪的风险啊，不是吗？绑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对啊，可是你会在一群人面前绑架几个人吗？会啊，对啊，没问题啊，我搞不懂了。你想一下，那些人都是这么标新的。如果我听起来是你们老大不太想处理后续，如果会惹到其他人的问题呢？原来是这样子哦，果然是老大耶。嗯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一层叠一层的，你不知道阿萨辛那边的人会惹到什么，可能别帮他跟别帮大哥谈事情之类的。刚刚警察跟我说，他说他们好像正在找那个什么新的谈，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说，如果那里面有警察怎么办？那他马上扣资源，那怎么办？大哥，他们不是在跟警察聊？怎么知道、啊、大姐？老大刚跟我们强敲向警察来怎么办？同一个道理吧。啊你对老大做的事情有意见，那你做老大嘛。
现在听你的、啊。不是不是啊，我想说我要报仇，哭泣和报仇。我就说不要过去绑嘛，那你一直想过去绑，那你过去绑，你做老大啊，你去绑啊。我们就绑一个就好了嘛，老大。下面十个人下去，我们几个人？我们六十个人，我就过去绑那十个。我不是绑十个，就他们上手举高，我们绑走一个。哎，对，那如果有一个跑了怎么样？你当场把他毙了吗？你怎么做？啊，他除了被我们毙以外，还有那你一开枪毙了一个，那剩下九个会怎么做？好爽、啊！为了保他的性命，自己拿枪起来、欸。看戏真的很爽，近距离看戏。他们不能这样做，老大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枪开起来，他就拿枪出来跟你对射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都开枪了，他怎么不能这样做？他保护他自己，杀人灭口，他就想保护自己。我有空跟你解释一下，我有空再跟你解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但是呢，你的逻辑不对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我有空再跟你解释啊。OK， 寇志远，要跟我解释啊？对，我有空再跟你解释。啊，大哥，我们现在找到15个人冲过去。哎，不是，问题是我们就只有6个人而已，不是比数量、啊。我是举例。如果现在就说数量啊，不是，我举例一下，如果刚刚那个地方呢，啊，只有可能六个人，我就会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尽管那六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三个或是阿萨辛的，我才会这样做嘛。可是刚刚那边呢，六七个嘛，很七八个以上，很复杂嘛。你也有看到嘛？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谁是谁嘛。没事啊，老大。现在呢，就是呢，把枪送修，然后呢，我们准备明天要做的事情。哎，到12点，到12点。好，没关系。12点把枪送修、嗯，然后准备明天要做的事情。嗯哼，嗯哼，开心快乐。哎，至少我们有拿到摩托邦。还是我们现在假装从他们面前开走，然后他们就会回来喷，我们再跑回来。哎，不是，他们一定是在谈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嘛。他们看到我们开过去都没反应啊。OK。他们一定是在处理比这个还要重要的事情啊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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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我们明天呢还要跟那个有工作可以接啊、有工作可以接，但是呢这个工作我们还要用到枪啊。等一下我们去修啊。老板应该是不是打电话给那个老板呢、啊？问他怎么收关电。老板，明天还要回你老板。干嘛关台了？不爽，我不爽了。拜拜。老爸不在。